袂啊！你着想看卖咧，伊即摆要去投军吼，日子毋是短咧，一去毋知着偌久才会转来咧，无得较大爱三年，要是大爱五年，无得较嘛着十年八年，才会转来。这么久的日子，你是要？在伫倒位呢？我是苏界啊，到边关的中途，苏因为怒愤成疾，一病不起就。苏，是为我而死，不是？苏是要死而害死，不是？我到家龙门关的时阵，就已经有听到消息了。你全部财产已经被四王霸占，你被四王给你赶出掉无？不是，这是我老爸生前欠人的债务，所以你别骗我。我要来为叔报恩仇，我要替讨回全部财产。不错，现在大哥，你不要去，你给我放手，你放，现在你放。好，你若要去，你就去。你若敢不听我的话，以后你免再来找我。我靠！你，如果你按怎样讲，余虎派就是我的伯父，我无要甲伊计较，身外之物，我感觉人生也是正义为重。大哥，你会做人，实在使人敬佩。好，我听你的话。你安尼才是我的好贤弟。大哥，那你目前是安怎咧生活呢？我目前就是伫帕拉，由于下眼伫过日啦。大哥，小弟有一件代志想要跟你商量。是什么代志？听讲朝廷现在派人到山西来咧召军。大哥，你有一身的好武功，为什么你唔去投军，为国家效劳呢？咱拢是堂堂的男儿，应该为国效劳。好，贤弟，咱两个兄弟来去投军。投军？无啊。是。啊，你投军一个月是偌济钱？啊，到偌久才会转来哈？偌济钱，在目前我还阁唔知影。哎呦，啊，你要哪会用的啦，恁贵啊？你即马是有某的人啊呢？啊，
投军，啊放金花是要安怎？阿嫂，考虑我已经是考虑过啊。离开厝内面去投军，总是真艰苦。也毋过，为着将来的前途，总是比住伫厝内面，伫算一世人佫较好啊。你讲遐个无个？咱目睭前的生活都常常要有困难，啊，佫想到遐远，想到要将来去。哎呦，我看吼，我反对啦，你归去莫去好啦。大嫂，我赞成哦，相公去投军。哈？哎呦，金花啦，今日是想去倒位去啦？大嫂，相公的想法安尼是对。假使伊若是有出头的日子，我佫较安那艰苦，嘛是愿意忍受啊。哎呦，金花啊，你着想看卖咧。伊即摆要去投军吼，日子毋是短呢，一去毋知着偌久才会转来呢，无得卡大爱三年，也是着爱我，无得卡嘛都十年八年，才会转来，这么久的日子，你是要怎？事一变，人也是倒转去。相公，有一件代志，我必须爱甲你讲。妾身已经安怎样嘞？姑爷，南风小姐已经有身啊！啊，假死嘞！金花，有影，啊，这是。
小弟，小弟，我得要，你得要叫人老爸啊啦！对啦对啦，我要叫人老爸啊！你要上班嘛，上班较少咧，伊得要做老爸啦！啊，凊彩啦！啊，我得要做老爸啊！电话，假使我若去投军，还袂倒转来，今日若是出事。若是生查某的，由你家己表明；若是生查甫呢，证明就是定山，你就以山为名啊！乖弟，相公，你放心去。这里大家都爱保重，啊，你也要保重，要感谢你。